我喝下去。老板，他一瓶多少钱？两百，两百。老板，他一瓶多少钱？太多人了啦，太多人了。我老说太多人了啦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一个点三个，没关系的。OK， 来来来 ，OK， 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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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我先跟他喝酒呢。没有，他不站在那边，其他没上来。想怎么解套，你知不知道？他就要解三十名的套。他一直在讲话啊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这边有兔子。这边有兔子啊！太小了啦！公司招待啊！公司招待。
其实这样讲，我真的很安慰。为什么安慰？有人说他不用过马路，可以在这里就好了。为什么过马路我们要看车啊，对不对？姐夫，今天过不用过马路。姐夫，姐夫不要拖时间了。对，我不拖啊，我不拖啊。八点已经开始了，八点已经开始。